哈利王子死会后汶莱四阿哥成万人迷择偶条件是。英国哈利王子将于本周六迎娶美国影星梅根·马克，正当全球不少女生都因嫁王子梦碎而难过。更多网民都已经瞄准新欢，汶莱四王子马丁 Abdul Mateen。中国报报道，据了解，马丁王子现年26岁。是现任汶莱苏丹博尔基亚的第四个儿子，在家族12位孩子中排第10，亦是第6顺位王位继承人。其父现时坐拥约258亿美元，约7700亿台币身家。马丁王子从小就在顶级学校受教育，他在伦敦国王学院和亚非学院获国际政治学士及国际外交硕士学位。是个不折不扣的高材生。从英国学成归国后，马丁王子就被父亲任命为汶莱皇家部队的上尉军官，担任直升机飞行员。他亦嗜好多多，踢足球、混合武术、潜水、滑雪等。他更曾是国家级的羽毛球好手及现役专业马球手。他接受访问时曾提及择偶条件。就是一个字 simple 简单。他解释，我喜欢自由的时间给予朋友悠闲的看电影，所以我希望我将来的公主是个很简单的人。